如果留下多一秒钟，可以减少明天想你的痛。那这个画面就一直萦绕在我脑海当中，练习。就换人或许是可能的占有，被你拿捏得死死的，真的是。你之前有一句公益广告，今时今日咁嘅服务态度未够啦，系咪？然后我太太就因为这一句话去做了礼仪导师，然后就去培训各个行业的服务行业里面他们的礼仪。对，所以是，对，向你学习。可以分享一下怎么能这么多年都那么吸引我们吗？我会怎么做到这么多年？是我，是我刘德华给他们狠狠的拿捏的非常好。对，我逃不过你们，我过了。好，拖我拖一次，我日日拖你。